山东农村真实乡亲。路边这样坐着吧。我有点紧了，没想过这事情。那你要不给媒婆商量商量，再多想几次。不，我感觉你又挺好的，要不咱加个联系方式。我手机搁里边充电了。手机充电了？啊。我刚。你要不要份跟？那你直接念你的号吧，我能加了。你搜。100086。100086，这不是客服的电话。没准你一打一个通。啊。给他打就行，一打就接了。你没想懂啊，咱是。没有，你长得可好了，给你开门。哎，小闺女没想懂啊，咋也不知道，他们也没给我留号，也没咋的。是啊，我过去问你啊。你问人家。啊，行。咋了，人家？他家里边儿啊，还有个弟弟啊，他搁澡堂里边跟人家搓澡嘞。啊，他工资不低啊，工资也高，你看这活长得又帅，你不能光看工资，你得看。我一给他付俺家的彩礼，他让我跟他以后慢慢贷款还呢。他说以后你俩过日子，贷款还他啥？你只要看小伙子就行。你不行，没想着啊？没想。后来再给你付一个。啊，行。那你再付一个呗。那管。啊。回头你找一个，他做没做样，站没站样都不行，你就找个好一点的。好嘞，给我。行，女儿，下次绝对给你想一个让你满意的。管。好。那你就让他赶紧走吧。好嘞，妮儿啊，玩过了一样。下次再弄啥呗？下次那个再想想呗。中啊。中。行吧。那咱走吧。那咱走呗。中。这还真想成中了。